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达斯。魔力宝贝归来终于正式上线了。这部影片我来跟大家分享三组启动码。首先，我们点左上角的福利大厅，然后往下拉，选启动码，输入 VIP 666，接着输入 VIP 777，就可以拿一张黄蜂卡。接着输入 VIP 888。就可以拿到封印卡跟魔币，希望这三个启动码都可以帮助到大家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订阅我，让我们在法兰城相见吧。